我记得吧，我刚来这学校的时候，你就跟个书呆子似的，只会学习，就连被欺负了都不知道还手。那是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不过你以前可没现在这么烦人。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你。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如果十年后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就会像现在这样。现在怎么了？一片漆黑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时间能永远地停留在此刻就好了。